顺。应该优先应该学到了超大油。哎，到了。我现在到哪儿了？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鹅伯梁，这是鹅伯梁山顶的那个鹅伯梁温泉，它是寒流非常大，水烧温，四季不动。然后下边的一望无际的那边是一片大戈壁滩，火星基地就在那个鹅伯梁的下边。鹅伯梁所谓鹅伯梁，它也就是一道在戈壁上的一道山梁。据当地人说呀、啊，我去年来这里的时候，当地人跟我说。这地方原来不叫鹅伯梁，叫敖包梁，后期因为谐音叫来叫去就叫成鹅伯梁。然后这里边这个雅丹地貌特别的漂亮，这些土啊在经过多年的风蚀雨林形成，这些雅丹地貌特别的漂亮，也特别的好看。基本上你一路走过来的时候，景观会不同样的，走到哪儿都是一个风景，走到哪儿都是一个。这大树太陡了，那块没有那个啥，没俩锯齿能上来，它一锯齿完就没劲儿了。等会儿拽吧，几驱都没用啊，太陡了。这坡必须得硬派四驱带改装的那种才能走。他那车不知道上得来上不来，他是没问题，上得来。然后那个一会儿看看还有别的路吗？应该原路返回。原路返不回去啊，那个可是啊，咱们这就掉锅里了。完了，没油了还。还没油了。你那鞋子还能不到油啊？拉吧，还没油了。没有油了。没油了。没油了。老师，应该学到了超大油。走哎，断了，断了，断了。哎呀妈呀！又一次救援，狼哥，你
说这，快点吧，我就是救援的，完了，给不上了。哎哎，来。往左打。你挂空挡吗？啊，挂空挡给你炸出来。挂空挡了。好。等等等等。再等一下，我从一弹进来。啊。短一点，好。上去了，冲冲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我操 OK 都上来了，就我这不行啊，走吧，你前面走吧，好吧好吧，走走走，前面走吧，注意安全啊，这边我跟你说都车都挺陡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！下边走下边去，还有路没路啊？别一会儿真的走不了，咱麻烦了啊！不行就换别的路，找原来的路。这朝这儿了，我不知道这我怎么现在去哪了这？应该一直往那个方向走，就能走到那个那条道上了。我遇见麻烦了。车也没有油了，然后现在车冲上去，上不去了。你拽我能有能吃上劲儿吗？我现在我自身在保证，刚才我上来的时候就往这闯了。你拉着我这来一起往上闯啊！我掉头回去看看吧，我在底下找了一条路，差不多能过来。这边这条路差不多能过来，不陡。我现在看看到什么情况啊？先试试吧，看看能不能上去。放哥带了一条不归路，没办法，我又往下走。现在走上也算正路了吧？应该从这边应该能回到那条正路上去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。现在我等他们过来。他们过来，然后我们应该能出发了。哎呀，还是人多都胆大了。如果我自己又说啥也不敢走这条路线。哎，兄弟们，以后你们自己出来玩还是需要谨慎吧，不要随意的装大胆啊。这是我第二次没油了，打不着火了。终于没油了，终于没油了，又没油了。距离冷湖还有11公里的时候，没有油了，彻底停下了，又想拽了。如果不去那个鄂伯梁的话，油是够的。但是鄂伯梁又限车，又真的一下就赶不过我。二产终于到了，油加上了，6.8块一升，我去，终于把油加上了。谢谢我万哥，万哥辛苦了吧？多少钱一公里？肉肠吧，晚上我陪你。